上好。为什么会吐呀？晚饭吃了，今天晚饭吃的水果，然后闹闹不吃，我把闹闹那份也吃了，但现在很撑，这两天胃不太好，有点撑。嗯，这场公演甩头发确实挺多的，甩头的动作。晚上好呀，山楂呀，吃了不知道有没有用。哇，我房间外面好吵，洪静文一直在叫。嗯，山楂消失。嗯，回头我吃一点吧。想找地方放手机，但是手机不太好。哎，这样子卡住了。哎，终于把手机固定好了。嗯，你们听见了呀？这个隔音效果这么差，居然都听见了洪静文的声音。哇，8个小时啊！辛苦了，辛苦了。鸡辣，不会 cos。这是这个发型是为了这场公演，然后跟造型师姐姐商量，然后不知道莫名其妙，反正就本来是想做另外一款发型的。那款另外一款是也是做过，在之前我的太阳公演做过，就是它是这样子的一撮，然后在这边绑了几个那种辫子，是之前看那个看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看日本某个偶像团体的演唱会其中一个成员扎的，我觉得那个发型很好看，然后就发给了姐姐让她帮我扎一下。然后因为首演嘛是另外一个姐姐帮我扎的发型，然后就给我扎了这样子的，就跟之前那个不太一样，它就是这样子一半部分编了起来，就很帅。然后本来是说甩头发的话这个发型就比较好甩，但是没有考虑头花的存在，头上有头花在的话头发就很容易挂在那个头花上面，就方便啊。脏辫我不太会扎，因为之前我扎过一次，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扎了一次脏辫，但是好像效果不太明显，然后就再也没扎过了。晚上好呀。嗯，所以就没怎么扎过脏辫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扎，为了跳那个暴风雨的时候扎的。我想明天就扎刘海了。好，因为这两天为了敢体验这个发型嘛，就这样一直扎这个，然后现在好像终于改良的差不多了。哦，明天我准备扎个刘海，就是之前最普通的那个发型。然后明天听说有什么活动，然后还有庆功宴，然后明天准备穿好看一点，但是不知道穿什么，因为这个天我都不想洗衣服，这个天真的洗完之后很难干，又不太想去5楼的烘干机烘，然后有一个收集到了，然后堆了一堆衣服了，唉，
对啊，洗了也不干，很麻烦。然后我房间最近也是湿湿的，晚上睡觉感觉我床都是湿的，特别难受。然后本来说这两天开那个空调的这个除湿抽湿的这个，但是开了好像也没有用。然后我买了除湿盒，就那边还放在地上的，这么买了一大箱的抽湿盒。我看见了呀，我看见门口的人了呀，我看见我粉丝在哪在哪，我又看得见呀。因为这个词不太好，我一般除湿就只开个两三个小时。开制冷，好冷啊！本来广州这几天挺冷的，我觉得。不能长久开啊。我想知道这个回南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黑眼圈这么重，明显也是我也不想的呀，最近都睡不太好，然后这两天本来想好好调理一下，但是这黑眼圈还是挺重的。哎，对，今天又突然降温，没一个月结束不了啊。五月啊，哦天呐，这才三月份吧，很难受。五月份的话，唉，我真的觉得这个天气让我很压抑，很抑郁，这个天气。你们看今天闹闹送给我的零钱包。包着快递，对，是闹闹送给我的。我今天拿到手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身上，然后把我身上的所有现金放了进去，然后就拉车上了。今天没有打打闹闹。超可爱。然后今天还 get 了一只很可爱的猫咪。没有多少钱呀，这就是我上次跟出去买东西，但是又必须要现金，就是去深圳那个球赛那次，在那个服务站买东西，他必须要现金，然后就跟 staff 换了100块零钱，然后现在还剩这么多。一直没有用，因为平时用不到现金，又不怎么出门，然后买东本来说今天买东西想那个了，看一下日历，不是我房间换灯泡了，是我有我的台，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台灯。给自己打个光吧，开低一点。怎样才能娶到菲菲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呀，那这个问题要问我的爸爸妈妈。盐水啊。做梦，对，做梦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娶菲菲了，或者是以后，刚刚什么弹幕刷过去了，没发现，没看见，吃火锅啊，好羡慕你们这些吃火锅的，就是每次公演结束的火锅粉丝啊。今天25号，然后。哦，你那个48的那个什么
粉丝嘉年华哦，还有粉丝嘉年华，你们都应该都看到那个消息了吧？四八的那个粉丝嘉年华，我那节目还没有准备好，很头痛。因为我们不是有节目嘛，然后会有那个什么金话筒奖励嘛，然后还有那个团就是队伍的那个奖励，队伍节目的一个投票奖励。我本来他那个表演节目不是说是有几分钟嘛，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站在台上，就站在台上站几分钟，然后就下去，反正你们看见我就够了，是吧？哇，你们会双截棍好厉害！反正我站在台上你就够了，是吧？我不用在台上表演什么，然后你们看见我就可以了，是吧？游 园会，反正准备了一个，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还不知道这段时间能不能够搞定下来。希望我能搞定下来吧，准备了一首特别的歌，两首。我的额头反，你们不知道吗？我是中泰的灯光担当，灯光这里是我自己打的光，知道吗？这是我额头的光是为你们打亮的，知道吗？你们的脸太黑了，然后我的额头就反光，反到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变白了是吧？我看不了 H 首演，估计 H 首演的时候没有时间。对，这是给你们传递欧气的。额头长痘啊，我从来不担心长痘的问题，因为我不长痘，只是抱歉喽，从来不长痘。吃个东西。哇，你们怎么都在说拉拉的歌？拉拉的歌我另有安排。我有另外的一个计划，哇！你们还在抽福，我都卸载游戏了，这游戏太黑了，我抽了30多张，一张 SSR 都没有，然后终于拿到了飞球城，就很开心。巡演是什么？哇，亏业绩，好羡慕。哦，对了，今天有人问，就是说，问了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就是说我那个，不是我们搞的那个什么，我音乐会他们搞的那个什么 unit 总决选吗？然后好像是要出一次速报了，好像是中报吗？还是什么报的？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时间可以直播，说那个中报的。下周一，还有 tag 的，真羡慕。就是有没有时间让我来报这个？我很想报，但是就是要看到时候有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提前跟你们说。天选之人新世界，你们这好好玩啊，真的。就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在微博上说，然后
今晚菲菲念了我斗鱼的弹幕，幸福。你真的确定是菲菲念的吗？菲菲今天没有上 MC 哦，没有上 MC 二哦，确定吗？你们说的是菲菲还是倩倩啦？真的是，哎呀，笑死我了。第一的约定荣耀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直播爆中爆了，如果就反正就看到时候有没有时间，是星期下周星期一晚上吗？鱼缸见指第一你们比较喜欢天空降天选暴走少女，你们说的这些 tag 都好好玩啊。胸口碎闹呢主要是我的 unit 基本上都是同样风格的挺多的，像我觉得风格最不同的一个可能就是荣耀日了。嗯，下课铃声如果第一，周泰楼下爬五圈，真的假的？你们截图了？你们要截图、哦？队长是按颜值选的吗？我不知道呀，大概选出来的人正好就是长得好看的吧。菲菲哭哭樱花树啊！你们不要说那个樱花树了，哎呀，那哭的可丑了，还、哎、还这样哭，哎。嗯，真的是。对呀、啊，哭得太好笑，这老菜批母产之恋，你们好烦哦！就不是哭得好笑，是因为这样子的。那主要是那天千秀乐那天，他们不是还 staff 背着我们搞了一个那个什么。宣传纪念片吗？他还把那个剪进去了，气死我了！我本来三清山，本来他突然放，然后我就在下面看，看着三清山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就出现了那一幕，我就觉得很那啥。巧克力是什么？胸口碎坤哥，强推支持荣耀日。嗯，完整版的亲亲啊，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啊，我又没有保存，是吧？这个亲亲呢，这个东西嘛，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是吧？放过我。巧克力的诱惑是哦，是那个口仪吗？口仪巧克力。巧克力的诱惑吸引着我，在你入口的时候开始慢慢享受。不会跳。那首歌挺好的，之前是看倩倩跳过的。嗯，我觉得倩倩跳的可好看了。哇，倩倩好适合性感风啊。这头发很像鸡辣吗？这不是吧，因为我看那个希腊发型这边可秃了，秃到我感觉已经像没有头发一样。想看菲菲闹闹跳夜里，算了吧。哦，你们这群绿教徒简直可怕。公演特工服会出周边吗？嗯，哇，你这个提议不错，我到时候可以给我们周边部提议一下，说不定就出了什么特工服周边，什么定制款，定制成员款，定制这样那样款的一些周边，然后你们就穿着特工服来看公演，是吧？下一站，我的妈呀！服装部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本来我还想在那个衣服上加一些什么富强民主和谐，
这样那样的东西，对，结果我觉得那么看着像卸妆的吗？你没看见我腮红还在吗？我眼线还在啊，我还没卸妆呢，我刚刚下班回到中心。滑板车出吗？不出。你滑板车不出。你滑板车。嗨。哎，好了呀，那就继续讲。就是那个滑板车上面写了有什么中国什么什么保险承保。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滑板翻车，就比如说他飞台下去了，如果砸到 VIP 或者超 V 的话，是由我负责呢，还是由那个保险负责呢？哇，我们的滑板车都是买了保险的，到时候真的被砸到了，我是不会负，我还可以用负责，真开心。嗯，你们这群人好吓人。他们说，之前本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去定制一款超加长款的三轮车，然后骑到了中间，然后让上下左右的人上车，然后我们再从那边开去。结果，但是我们车台那么宽，这个方法根本就不可行。摩托啊，摩托车开不了啊，我们能开一个滑板车就不错了，自行车开不了吧，我觉得。嗯，我没有舍友。嗯，三轮车挺不，而且我们的、那个。嗯，我们那个滑板车本来是准备在那个滑板车后面加一个那种暴走族的那个旗子吗？他不是有那种旗子，准备加好像也没有加，然后就加了一个灯。嗯，本来还加那种暴走族特有的那种喇叭，定制款喇叭，滴哩滴，就是什么什么的，但是也没有。没有长城，我们定制款知道吗？定制款。知道什么是定制吗？衣服上的字是有的是我自己提交上去，有的是服装部姐姐帮我想的。所以有卖吗？没有卖的。这滴哩不噜滴哩不噜那个喇叭，就是他那种暴走，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小摩托车定制的喇叭。明天要换发型了，我明天要回到我的刘海。让你们看看刘海飞是什么样子的。对呀、啊，我们衣服是我们服装部自己做的呀，很帅的是吧？深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会出一个什么 unit 限定深写的话，那就很酷炫了。我觉得服装部给我们搞一个限定深写。敢双马尾吗？我扎过双马尾上公演啊，就在我的太阳前场，千秋乐之前的场公演，我扎了一次双马尾，你们可以去个档。为什么不行啊？我们那衣服本来就服装部做的，好吗？下场不会秃秃，把头发拆了。这边头发就才这样了。四月一号在吗？四月一号是干嘛？公演。如果公演的话，肯定在啊。我要看樱花枯树。哇，那就要到时候看，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我还再一次扎那个双马尾，我就
扎小薇去跳那个什么暴走少女，你看我的刘海已经成这样子了。我想的会做这个发型啊，就是想做一款比较适合这个公演的新发型，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同一款发型，然后我自己都看腻了，就说跟服装部跟那个造型师姐姐有一款新的发型，新的比较适合的发型。为什么这么英俊啊？天生的。对啊，秃了嘛就变强了嘛，你们有看过那个超人啊，他已经秃到没有头发了。你看他多厉害呀！大家不是说突飞猛进嘛，挺好的呀。首演第一天就表态了，突飞猛进嘛，是吧？有考虑过脏辫，但是，我扎过一次，但是好像没效，就是效果出不来。然后我看下次如果再还有时间的话，还有机会的话，我想再试一下脏辫吧，因为之前扎那个脏辫确实没什么效果。看录播的呀，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回来我就去 B 站把那个首演给看了，好多成员都已经看了，反正看看效果吧。今天的还没看，没等明天的一起再看。肚子有点饿，聊几包梦鸡，但是现在这边没有聊几包梦鸡。小萝卜腿，这是孙兴吗？没有，小孙兴不是有个小萝卜头的那个寸头。清明节特殊公演，你想太多吧？那个好吓人的。昨天我们老师，就因为首演的时候，我们跳的好像是跳的挺厉害的，就跳的太跳太嗨，然后有一点那个什么的。跳得太嗨，然后动作有一点那种太放大，然后就有点影响美观。然后我今天我就收敛一点，然后收敛了一点，不知道收敛的好不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跳这场公演，我一直都是一开始没什么感觉，越跳越跳，然后后面感觉就出来了。这款可能它的魅力，它的点就是在于越看越有吸引，越看越嗨的那种。呼唤里买的聚聚，那些重生的聚聚是吧？对哦，清明节就该这种公演，让那些重生的聚聚们都拉大了。还有电音吗？我试一下，可不可以关掉？嗨，嗨，现在还有电音吗？好了吗？好了，给手机充个电，手机没电了。没有了，没有了就好了。没有。我好了，我下次说一下。我就是他们刚不是都说有电音吗？我就把手机关了一下。我把这手机弄一下。有点麻烦。买了一个架手机的，结果不太好用。是不是感觉我现在我跟头像不太一样？你们还在玩狼人杀呀？我狼人杀我都也不算，也没有卸载，反正就是没有玩了。谢谢，我也知道。最近我发现真的，之前不承认自己好看的时候，他们一个劲的夸；现在承认自己好看的，然后就感觉好像收敛了不少，挺好的。
玩游戏啊，最近不怎么玩游戏，没时间玩。对啊，洪金文他自己每天就是很叽叽喳喳，超级嗨的一个人。他平时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公演上是什么样，他平时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们不要有。广州冷吗？广州不太冷，但还行吧。然后我电脑都好久没有打啊！你突然说电脑，我还要给我们老，我给我们助理姐姐发东西，我都差点忘了。你们不说的话，我还忘了。对，今天降温了，我赶紧开个电脑，不然赶紧发，不然一会儿忘了，我又得等几天。电脑把手机弄到了。哎呀，玩什么竞赛啊，我都不玩了，好久没玩了。前几天上线还看到木木，跟他聊了几句，然后我又下了。木木就是张嘉宇呀，给我开的，完蛋！我要登微信的话，我要把这个直播弄出去，然后还得扫二维码。什么四九有握手会？真的假的？别骗我吧！怎么又是握手会？啊？啊，握手会啊，我不知道。什么出了玄机的人，请出了玄机的人朋友不要说话。好的吧，握手会就握手会吧，大家来找我玩吧，可以来找我抽卡，反正抽完也都是什么二卡。游园会我很比较好奇，我们会游园游成什么样子。对啊，琉璃飞抽的好卡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卡。你们可以来找我抽卡，可以多囤一点卡哦，多囤一点，但是好像握手会十几秒也抽不了什么卡，就上次有我看见有一个女犯，然后她阴阳师有50多张蓝卡还是70多张来的，然后我自个儿前几天囤了一堆，我自己抽的快要抽疯了，抽了好久。我可以帮你们完成飞球成就哦，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们完成飞球成就的，如果你想要这个成就的话。前排带做飞球成就。睡觉啊，等一会儿就睡觉了。我现在还要开电脑给我们助理姐姐发点东西，差点忘了。跟你们聊着聊着突然想了起来。不然的话我估计又得拖，我估计要拖了好久了。会玩农药吗？不告诉你。反正那款说实话讲道理，那款游戏真的是被我卸了又玩完了游戏的。哇，快看我的电脑已经没有响应了，很窒息，完蛋，怎么办？怎么办？这款电脑真的是很崩溃。哎，因为这电脑，哎呦，双模呀。那这次
这次合影或者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扎双马尾发型吧。还没有反应，结束程序。这电脑太久了。怎么我这边一块白呀、啊？奇特了，这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哦！转换摄像头会出现电音，这么可怜。这图面有什么不可描述的？不就是尖山吗？尖山图而已啊，刷个二维码。图而已啊，刷个二维码。清电脑内存啊，懒得清。我觉得这电脑真的，是吧？我们用他衣服上面的字很有趣吧？我们那挺好玩的。每次看菲菲都长得不一样，有吗？长得不一样是发型的原因，不同的发型会出现不同的不同人格的我。想不到吧？没见过吧？很帅吧？哇！幸运曲奇。幸运曲是什么？难道送一个他就会唱？品尝一口爱幸运曲奇。那个漫画的衣服啊，那个漫画的衣服上面的漫画，听说是我们双木姐姐自己画的。但是我自己没看清楚它上面画的是什么，等我下次研究一下吧。对啊，我们服装部挺厉害的。哦，这个评论好难，竟然有这么大一个。一下子可以做一款周边，反正做特工服就已经是了，然后还可以偶像同。小偶像同款滑板车，小偶像同款，也可以制一款键盘，专门玩什么上下左右，就上下左右四个键，就把它上面印一些特有的图案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一下，精灵的话，精灵，哦，你们有没有看精灵的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见您的那个特效动画、啊？戒指什么时候出？不知道。今天那个特效动画你们看了吗？就是那个整一块绿色的草坪上，绵延了两三座山峰，然后种了几棵树，然后中间一个粉红色的城堡。我只说，我好想把我的素材提交给你们，然后多添加一点素材上去，然后最边都已经看见那个边缘了，我很难受，不是我设计，不是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我觉得我都可以打开我的什么软件，然后给他添一点乱七八糟的素材上去。就真的已经看见地图边缘了，我觉得让我很难受，然后旁边没有几棵，什么都没有。
加表情包。可以加点捧人物什么的。第一人称，其实我第一人称左右的站位跟我的太阳站位其实都不多，前四手就是在你们的左边，然后后面歌基本上在你们的右边。我要挑战精灵啊！哇，太吓人！见过这么大只的精灵吗？下次可以看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群是什么样的。有吗？我觉得我，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左还是右边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装修方案啊，哇，好久没有讨论过专业相关知识了，下次有空我要好好看看书。关于什么什么的什么旅途，哒啦哒哒哒啦啦啦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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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哒啦哒啦啦，我想我的心已经快留不住，要狠狠的复读，换上掩饰白色的礼服。我特别喜欢看信鸟跳这个动作，噔噔噔噔噔噔噔，觉得特别可爱。星宫眼神龙啊，不知道这次星宫眼随缘吧，因为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学那些东西。我不想再退出去关这个电音了，因为我准备再直播五分钟我就把它关掉了。丝带的话是他们是本来就有吗还是什么的，你们想看什么，我你们想看我跳星眼里的什么 unit 呢？哇，你们这么晚了，赶紧做作业去啊！不要再看直播了，好好做作业，做完就睡觉。啊，脚抽筋了。啊！哇，你们都想看狙击手啊？啊！都看狙击手，真是吓人。终于看见有一个小跳技能，还跳铃铛位。啥六？那一会我就跳一次那个狙击手吧。哦，我已经给朱莉姐姐发号了，只是她现在还没有理我。建十个系统漏洞更新，建立几下载更新，要下载吗？下载吗？哇，看我电脑，我电脑就是在学校的，用学校电脑做 CA 图，然后再把那个 U 盘放在我的电脑，我电脑就中毒了，很窒息。Super Maker 是什么东西？我希望 Unit 神龙吧，这相当于是给自己一个公演的小目标，但是，不要更新，我已经点更新了，管他的，反正这个电脑是火也就这两年了，我一定要好好赚钱，给家里买个新电脑，然后也要给自己买个新电脑。我想放自己已经快留不住，不行啊，看完那个 MV 我脑子里就一个印象，就是那个那什么包括呀，那个超帅的，我觉得睡睡喊的那个包括呀那个好软哦，好可爱，就是真的是可爱，跟皮神我是两个风格的人。
solo 啊，等我要练一下我的唱歌功底，然后练好了的话，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好好的去跳这个唱那首歌了。北京巡演哪有巡演啊，我们路巡演如果有机会的话，好想去北京或者沈阳啊。哇，涨价巨厉害。买不起，那还是将就这个电脑用着吧，这年头电脑太贵了，买不起，不买了，不如买个电视机自己看。哦对，我问个问题，就是除了光纤之外，我们这边没有那种光纤还是什么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电视可以看那种卫视的节目的？这个问题我差点突然想了起来。除了光纤那种光纤电缆啊什么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被那些东西拆掉了，所以。我特别想看那个卫视的节目，我是很喜欢看那种什么网络电视那些东西。装个那个锅吗？我们家以前装修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还没那边光纤电缆还没迁过去，然后我妈用那个就这种易拉罐瓶，然后。把外面的那些刮了，然后做了一个那个电视机器，可厉害了，然后能收，你看好几个节目呢。电视机顶盒啊，那个是不是装机顶盒就不用装那个什么光纤就可以开那个了？或者说是买个锅，光纤，超看软件可以看100多个电视，哇，真的呀！我就想买个电视放宿舍，我比较喜欢看电视，所以就我没什么，就比较喜欢看电视。机顶盒只有卫视，对，就是要看卫视节目就行了，就不是很喜欢看什么网络电视啊，什么回放，看。会放看，就是看那些网络，只是在网电视上看的，我就不是很习惯，我就想买个那种。接天线，不要网络电视。苹果时光呀，电视机顶盒，回头我再研究一下。因为网络电视确实可以看官员直播，因为之前前段时间我还去百度搜了一波，都没有搜到什么答案。果然我还是问你们超棒，一下就知道了。哇，那回头。超级看软件可以装电脑上吗？如果装电脑上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用电视，用电脑看那个电视节目了？那我就可以又省一笔买电视机的钱了。哇，真的！哇，我搜一个，哎，电脑太卡，那就太棒了。但我们宿舍这边没有线，什么都没办法，真是没有那线。我想去看那些卫视的一些节目，像我平时在家没事的话，我就喜欢电视开着，然后看节目看一天，然后我就不怎么玩手机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经常不在。对呀，仿佛看见了新大陆。就是我觉得电脑太卡了，
算了，没有弄吧。我喜欢看电视剧啊，看各种电视剧，然后一些是法制片的那种电视剧，特别好玩。手机下载电视加卫视直播跟谁一样？卫视加吗？我再看看。哦，电视加，哇，记住了，记住了。有什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软件的话，可以见我，我可以看。就，喜欢看 CT12，也喜欢看的。港片现在很好看的，哇，34了。真的，每天开夜灯。回那天电脑都有问题的呀。哦，我好自信啊。不是吧，不要这样子，太怕了。我要有，我找时间，我要去给我电脑清灰了，很久没有清过灰了。好的吧，电器经常开。行，那今天就这样吧。好，今天晚上有公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来看一下哦。我就先关直播啦。拜拜，晚安。晚安。